大家都在夸您的，郭老师有没有夸你呢？他都不知道我演了这部戏，他不看电视剧。毫无疑问，《庆余年》是近期最火的一部国产剧。不过，《庆余年》开播至今就有一位配角成功抢了张若昀、李沁的主角风头，他就是郭麒麟。他在剧中饰演的范思哲成为了本剧最大的看点之一。近日，郭麒麟在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到了：“郭德纲有夸你在《庆余年》中的表现吗？”毕竟郭德纲是郭麒麟的爸爸，儿子在网上这么火，郭德纲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没想到郭麒麟回答：“他都不知道我演了这部戏。”那大家都在夸您的，郭老师有没有夸你呢？他都不知道我演了这部戏，他不看电视剧，他都不知道我干嘛了。郭麒麟的戏这么好，自己的爸爸却不知道。郭麒麟这个经历确实有些惨。